我是成都人，我是成都人。真的吗？我爷爷是成都。四川话会不会说？不会。因为他蛮在角啊、角色里的。林依晨，我是成都人，先正反论，维基百科遭恶搞。开玩笑归开玩笑啊，但是他真的是我的女神这样。林富平女神林依晨担任中国恋综行动的信号器固定嘉宾，一开播就引爆话题录。因为他蛮在角啊、角色里的。有吗？没有吗？好像没有哎。我说心动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东北？因为我们好多地方都去过了，我就特别想去东北。一看老师就不是东北人。对，你猜我哪里人？心动有到那里路过。成都。对、我是成都人，我是成都人，我是成都人。真的吗？我爷爷是成都。四川话会不会说？不会，但是我从以前就听他说，所以那种乡音非常的亲切有缘。喜不喜欢我嘛？喜欢走，我喜欢算了，够。特别可爱。川妹的，台湾网友议论纷纷，我有个阿宙是荷兰人，那我是荷兰人，照他逻辑大家都是非洲人，硬要当成都人，好歹学几句家乡话啊，真是大写的尴尬。广东陈琳很快有接班人了，林富平女生要有污点了吗？向人民币低头了吗？也有网友觉得不用放大监视，他就在中国人的地盘聊天。林依晨的危机也被改了，出生于宜兰县，但自称中国成都人。